中央的字是显圣道场，小篆的，然后右边贤观，那左边圣义，那最左边3600是36，右边是48000显四八，3600圣四万八千显，那是显圣道场，神元三中义和圣。这地方好好的饭店，地方好好的神元三中义和圣堂，农历大年初一，举办团264代祖师将接火仪式。我们冬天本来那个旧临时老堂那个八十年代。放比较轻松，你看光线也亮亮。然后旁边还有慈心亭，还有菲律宾道亲捐款新建的圣堂，东边有台南艺术大学，更远有乌山头水库风景区天堂吊桥天堂，吊桥天堂。掉落怕掉落，然后用那个是换了铜碗，还有白河公子，白河大仙寺也是有铜瓦的屋顶也是用铜瓦的，白河大仙寺也是烧石头，所以这个铜瓦的屋顶很有价值。然后东边那个慈心亭那里，菲律宾道亲捐款新建的。左边沿了有80年代建的临时火塘，建的临时火塘，然后建这一栋大火塘。现在112年1月20号，农历大年初一，新春团拜64代祖师像70尊接火仪式。左前方那小木屋那，还有二楼的房子，左边那个有小木屋。民国80年代还是90年代时期，办活动的下面有大专理发厂，人员在那边。
就叫雷安，雷打雷的雷，雷安就是口诀了，口诀。九九哈，九九。哦，好用心哦，这样设计就可以看到那么多的介绍，介绍文字。Mm-hmm.